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干嘛把你伤口上的破布往我脸上割啊？明明是你丢在我脸上的嘛，我怎么丢在你脸上嘛？这块破布明明是你的嘛，你看下面还有你的血迹，就算我丢在你脸上，你也不能这么狠呐，打我这只受伤的手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有，你有，你有。哎哎，好啊，小生，小生，你别吓我啊你，你醒醒啊，小生，你醒醒。这不是那个他吗？哪？克？黄金一百亿？多大的字认识不了几个？哎，爷娘的男人，跟这黄金一百亿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让我看看。快！你上哪去啊？上哪儿去？领赏去啊！黄金一百亿够咱们吃穿一辈子了。你是说刺客呀？哎呀，这几个字你都不认识啊？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？二拿刺客，现赏黄金一百亿，看到了没有？耳拿？你耳朵怎么拿？哎呀，你这个都不懂啊？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叫你竖起你那对狗耳朵，仔细留心身旁的动静啊！对，就这样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快！赶快啊！别让人捷足先登啊！对！快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！去啊！爷娘，我看我们就31、31吧。有了这笔钱啊，我们就不用跑江湖卖艺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翻身的机会啊！哎，对，何况窝藏刺客，知情不报，是要消手的。消手！好，你们怕消手，想翻身是不是啊？对，只要过得了我这一关，你们要怎么样都行。兔崽子，你们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当初如果不是爷娘收了你们，你们能有今天吗？别打！你们的命都是我爷娘替你们捡来的。过了几天说日子想翻身了，连我爷娘都敢出卖。爷娘，不要打了，再打要出人命了。对啊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嘛，我们怕你受连累嘛。是啊，要是我知道他在你心中比黄金还重要，咱们兄弟就不会擅作主张了。对，好，我爷娘的心意啊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他在我心中不只比黄金重要，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。你们要是敢走漏一点风声啊，看我爷娘饶不饶你们。哼，赏金，就算你们得到赏金啊，我也会让你们无福消受的。不信你们就试试看好了，还不给我滚回去。走，骨干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腿使不上劲儿啊。使不上劲儿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帮我扛柴火，我背小骨回去。没伤到骨。伤筋动骨100天呢，骨哥，你可有的休息喽。哎呀，行了，是得好好休息一阵子了。休息？哎呦，像我们这种贱命，哪能休息啊？不出班，哪来的饭吃啊？哎，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。哼，要发财也得要有那个命。你去告发人家领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来跟我商量商量？哼。没饭吃，那也是你罪有应得。
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他没饭吃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又没欠他的。行了，谷哥，你躺着吧，有我小生在，饿不着你的。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的话叫小生叫我。哎，谢谢你啊。躺着吧。哟，花掌柜的，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？我是啊，来突击检查的，看看爷娘你家里头有没有窝藏汉子。掌柜的，您未免管得太宽了吧？哎，不是管呐，是关心啊。你知道有多少王孙公子托我来打听你呀？得了吧您，咱们言归正传。哎，今儿个您亲自登门拜访，有何贵事啊？哦哦。哟，美香楼没人了，居然要您掌柜的亲自来下单。哎，拿。这是赏金。什么了不起的局，给这么多赏钱呢？哎，就因为非同小可啊，掌柜的我才亲自给你下局单呢。可是掌柜的，我那两个乐师有点不舒服。哎，哎呀，爷娘啊，这个忙啊你非得帮不可啊。这个人来头啊实在太大了，他就是当今皇上最信任的方士卢芳啊，他指定要看你的节目啊。可是我真的有麻烦呢。哎呀，哎，你不去啊准砸锅啊。美香楼啊好不容易维持到有今天这个局面，你总不忍心看到美香楼经营不下去吧？啊，爷娘，下刀子你也得去。可是我没什么可是的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你呀准备节目，你好好的准备节目，也许呢这就是你飞上枝头当凤凰的好机会了啊。十八，不就是今天吗？别瞧了，那悬赏告示上的画像的确是我，没错。爷娘，我不能待在这个地方，连累大家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，好戏马上就要上场了。好戏？什么好戏？当然是我精心安排的好戏了。亲临媚香楼表演，没事的人呢闪到一边去，别挡爹娘燕姑娘的路啊。小生啊别太招摇啦。嘿呀嘿，小生。嘿，小谷，你们两个兔崽子这会儿戴面可戴习惯了？习惯了。小谷，小谷啊。哦，习惯了。哼，习惯了就好。曲目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。今儿个晚上的表演啊非比寻常，每个节目都是我爷娘呕心沥血之作。哎，你们俩可给我尽点心了，尤其是戴面，再不舒服都不能拿下来。表演要是砸了锅啊，咱们以后就甭想在此地混了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王大人到。
王大人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知道。谢谢谢谢。张大人，里边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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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恭喜！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谢谢谢谢。陈刚知道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王大人，两位大人想必也是来参加卢芳卢先生的寿宴。正是。想不到范先生竟然和府光临，该不会是想巴结卢先生吧？玉娃，万里。范大人到。玉娃，桃儿。师叔。范先生，卢先生，范英带着玉娃、桃儿、小球儿向你拜寿。不敢不敢不敢。愿师叔武志荣庆，松柏长青。好个松柏长青啊。小小意思表示敬意。哎，来来来，请您笑纳。这好好好。哎，解放解放了，燕娘燕姑娘到。哎嘿嘿，解放卢芳乃一介草民，蒙诸公抬爱，今晚有幸与诸公欢聚一堂，今以此水酒聊表卢某之谢忱，卢某献干为敬，请。薄酒小菜，请自便，请自便。接下来的节目呢，是由咱们媚香楼当家的名妓燕娘姑娘来为各位担任的。为了咱们卢爷武志寿宴，燕娘姑娘特别准备了新的节目，请各位爷们儿观赏。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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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姑娘安心的在家等候，令尊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怎么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呢？玉娃，玉娃，玉娃，他究竟做了什么？船围断，船身破裂，难道是他动了手脚？徐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玉娃，范爷爷先送你回家。我徐玉娃哪来的家啊？玉娃。师叔，玉娃敬您。好。师叔，俗语说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。因为您是好人，所以玉娃不能祝你长寿。就好像我爹，他也是好人，却不偿命。小山小谷，你们继续啊。两位美丽的姑娘，可妨与我燕娘一起为卢爷祝寿献舞。玉娃，是我，蒙着戴面，你也能认出我来？刺客，他是刺客！刺客！啊，小姐，您喝多了。他是刺客。您喝醉了，喝太多了。桃儿，你怎么了？桃儿！
来吧来吧，吃点东西压压惊。人呢？难道他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？喂！喂！你吓了我一跳。是我可怕，还是这个戴面可怕？都不可怕，人心最可怕。我要是知道他们今天晚上会来啊，我也不会让你冒这个险了。来，趁热吃了吧。我知道啊，今儿个晚上把你吓得够呛的了。好在是有惊无险，咱们两个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坐在这儿。以后啊，我也别异想天开了，要你带小谷出班，你就好好待在屋里，哪儿都甭去，等避过了风头再说吧。啊，你怎么了？难道要我一辈子躲在你这个地方吗？你嫌我这不好啊？我有资格写吗？别这样嘛，困龙总有上天时啊。都怪我不该出那个馊主意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像咱们这种人有什么？不过就是命一条。咱们无父无母无兄无弟的，自个儿不心疼自个儿，叫谁来心疼啊？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又何必鸡蛋碰石子儿，去寻思当今的皇上呢？依我看，倒不如改头换面，隐姓埋名的过日子，总比这样东逃西躲的强啊。你不会明白的。我当然不明白了，从我把你捡回来到现在，你告诉我了什么？我甚至连你姓什么都不知道，直到捉拿你的告示贴出来，我才知道了你真实的身份，一个想杀皇上的刺客。不错，反清是我毕生的直至，为了不连累他人，所以我一向过着独来独往的日子。今晚宴席上竟然被人识破，我再待下去只怕会……够了，你左一句连累右一句连累的，有完没完啊？我爷娘要是怕受连累，就不会带你回来了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在宴席上那个对着你大喊刺客的姑娘是徐福徐博士的女儿，她是存心搅卢芳的局才对着你乱喊的。在场的郎中令和他的属官都没有对你起疑，你又何必杞人忧天呢？不，他的确是叔叔。他喝醉了，根本是醉言醉语。我化成灰，他也是叔是我，就如同他化成灰，我同样的可以释出是他。哦，我倒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是见着旧情人了。刺客，他是刺客。是友情，但是为什么我在他的眼中看到的不是思念，却是浓浓的恨意？这种女人不值得。你没看见啊，人家身边已经有了新的护花使者，条件哪点比你差？难怪他要对着你大喊刺客，因为他心虚。这会儿你已经成了他的眼中钉了。不，你不了解，她不是那种女人。女人？你内行？行，那你倒是瞧瞧我又是哪种女人呢？你以为只有我这种女人会喜新厌旧见异思迁？你以为我是随地捡男人回家的女人？告诉你，男人想占我的便宜没那么容易。我爷娘跟男人永远只保持两种关系，一种是交易，男人在我身上没有白捡的便宜，哼，我自然也不会让男人吃亏。另一种
则是真正的感情。一个能让燕娘深爱的男人，燕娘会心甘情愿为他付出一切，即使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。燕娘，我可没有说爱上的是你啊。如果我也能够像石姑娘那样出生在一户好人家，自然也就不用抛头露面的去卖笑了。自幼我父母双亡，跟着当歌舞伎的表姨娘过着东飘西荡的日子，好在她传授了我一身能歌善舞的技艺，否则一个弱女子能何以为生，恐怕早已为奴为婢，过着比现在还不如的日子。别人怎么看我，我不在乎。我不希望我在乎的人会瞧不起我。燕娘，你本分的做事，忠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感情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看不起你。尤其是一个被你捡回来母女照顾救助的人。我很少提及我的过去，对你算是反常。什么时候你也跟我提提你的过去啊？我姓某，名顿，邯郸人。我无父无母，无兄无妹，无国无家，其他的乏善可陈。矛盾，好奇怪的名字。乏善可陈吗？我倒想知道，一个是被通缉的刺客，一个是博士官的女儿，这两个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产生情爱的？毛某乃一介莽夫，怎能配得上金枝玉叶的徐姑娘呢？诚如你所言，他既然有人护花，我自当斩断情丝，不再谈情说爱，全心全意地为国仇家恨戮力奋斗。谁这么有心啊，一大清早在我房里摆了这么多娇艳的花朵。请进。涛姑娘你醒了。银花，真难为你了，一大清早你到哪儿弄来这么多娇艳的花啊？这些新鲜的花是不是使你觉得舒服多了呢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头疼？不但知道你头疼啊，而且我还替你熬好了解酒汤呢。银花，你越来越机灵，越来越聪明了。先别急着夸我，先把解酒汤喝了，再夸我也不迟啊，对不对？好苦哦。苦在口里，甜在心里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啊，这新鲜的花跟那解酒汤并不是我替你准备的。是谁？是蒙大人。是他。东西都送全了吗？回大人的话，鲜花跟解酒汤小的仔仔细细谨谨慎慎交给丫头银花了。嗯，那你送去的时候范姑娘醒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小的千叮咛万嘱咐银花，放置鲜花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范姑娘吵醒。大人放心，范姑娘一觉醒来如同置身花丛，一定会惊喜万分的。好，办得好，下去领赏吧。多谢大人。万大人，怎么样？东西送去了？送去了。好，好，一点小意思。
多谢大人。这叫有样学样嘛。嗯，你也送了鲜花跟解酒汤。啊？你还送了鲜花？侍卫没跟我讲清楚，我只送了解酒汤啊。哎，姜是老的辣，还是你既胜一筹啊？不过，咱们的情况不同，你的对手是始皇陛下，自然该多加几把劲儿。至于我嘛，你啊，你想追玉娃，再多加几把劲儿也不见得追得到哦。哎，我不只追得到，而且可能是一箭双雕啊。双雕？你是说玉娃跟？放心，反正不是东莞姑娘。启禀大人，皇上准备起驾出宫了。知道了。是。天蟒哥，你我各有所获，还是拜卢芳寿宴之赐呢。你瞧见没有，卢芳对那个叫燕娘的歌舞伎迷恋的模样，真是丑态毕露啊。像这种方式有什么道行？只要把美女往他的怀里送，叫他做什么都行啊。玉娃姑娘还真是女中豪杰，她存心搅卢芳的局，把卢芳给气得吹胡子瞪眼，真是大快我心呐！这种姑娘够味儿。哎，天放哥，天放哥，天放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都快点，都快点，走吧。哎哎，接过来，接过去，哎，快点。都快点，都快点，走一边去。哦。别偷懒，快点。这犬羊剑种的匈奴耗费了朕多少的国力啊。陛下，匈奴生性强悍，个个长于跑马射箭，千顷博兽。臣闻自率州时代，燕赵等国既注重边防，逐城屯兵，所以匈奴不敢犯边，散居塞外。今蒙恬将军既已收复河南地，若不筑城屯兵，移居石边，这边境只怕永无宁日。嗯，王丞相之言有理，朕即刻下诏，除将刑犯迁徙守居边境之外，朕要蒙恬再逐匈奴，务必将其赶至北境杀鸡之地。倘使孟将军能够降服匈奴，这耗费十万工艺的长城修筑工程当可省下了。丞相之眼光竟如此端起，朕所以把三国故城既长增高，一体修筑，西起临洮，东至辽东，跨山越谷，绵延万里，为的不只是现在，也是将来。朕要大秦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都能免于蛮敌的侵略，就像朕统一文字居鬼度量衡一样，虽有一时之不便，却能家惠万民，永垂不朽。十万工艺之苦，却能换得千万前手百姓之幸福，丞相认为值得吗？陛下高瞻远瞩，人民爱物，愿陛下万寿无疆，为天下永远的皇帝。凡是对朕尽忠的，朕绝不会亏待他。就像大将军蒙恬家族有功于秦，朕要蒙氏子孙永远和朕分享荣华富贵。还有什么比这江山更迷人的？朕可以为了江山，为了良将而放弃美人，你们呢？朕在你们的心目中可像这锦绣河山
是亘古长存的？王天放，臣在。你说，你们为人臣子的，可会为了君主而放弃一切？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美人当前也忠心依旧。忠心依旧。好一个忠心依旧，朕非要找机会考验考验，看你在心目中朕和美人的分量谁重。